那当然我希望中华队能够掌握，及时掌握这种这种球来打。这帮罗布挥打击出去，右外野方向，哈哈，又是一支全垒打 ，back to back， 哇吼，罗国辉，碎啦！现在中华队连续两支全打出现了，把分数给追平了。我忍不住的拍手，这个球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好打哦，就这样顺势一推。少年强打罗国辉，长得帅，球技也没话讲。哇，这次世界杯呢，让他人气指数大增啊！很多球迷，特别是女球迷呢，都爱死他了。他也被认为是这个陈金锋的接班人。哇，谢嘉贤、罗国辉都把这个球轰得非常非常远，在五局下半呢，投出三振之后，被中华队连续的猛击啊！击这个球打到右外野就对了，因为右外野是顺风。对对，其实罗国辉他是强拉型的打者，但是他可以顺着这个风向的来这样击球，不容易。这个今年他到美国小。